大家好，我是防疫医师严家贤。如果您与 COVID-19 确诊个案曾有密切接触，请先留在家中自我隔离，等候卫生单位通知。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，请不要离开住所。在家中，请单独一人一室，避免与其他同住者接触或共用卫浴。请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卫生，并使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或酒精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。如果您不是需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，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。若出现以下症状，请联系119卫生局或1922。一指示就医或筛检，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史。指挥中心关心您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二位老师，欢迎收看咱当初很角色哦，愈来愈出色哦。来，观众朋友，伫这个行情吼，咱即摆个思考啊，要个什么类股，还是要个什么股票会创新高？唔是做空哦，做空利润少啦。尤其啊，即摆你啊看讲全世界。真侪国家已经拢解封去啊嘛，吼，重启经济啊嘛。那重启经济的当时，你认为呢？经济一定会较好嘛？啊，所以讲你伫这当时，甲放空也不对啊。尤其咱台湾，即几天啊，嘛是要微解封啊嘛，对不？开始啊，四界去啊，对不对？经济啊，慢慢啊，都拢一直好倒起来。所以嘛，用上歹的拍算来，二一老师先给你沙盘推演哦。这是大盘，上低上低啦哦，过两天后，这个月线甲这个支撑线有无？伫顶端是压力哦，啊过来甲这边咧，伫下骹的时阵就变成支撑线。两天后，月线支撑线会汇合在17585，上低就来到这，甲算算的两三百点的空间，但是敢一定会来？未必哦，未必会来哦。所以讲，伫这个18000点是干啥？我跟你讲啦，有时候你会感觉就好像是宣示未到，那实际上呢，从去年8500。一路起到10000，再来13000，再来15000，再来16000、17000、18000。有的投资朋友，你自己放空，安尼敢有？敢有通通啊赚？无嘛。所以嘛，咱不要去预设立场。我咧讲嘛，在整个经济的一个形态，今嘛重启经济的一个情况，陆陆续续都在发展当中。这是对做多有利，不是对做空有利。所以讲，伫遮来，咱即摆思考讲，是什么类股会带动大盘再创新高？啊，是什么股票会阁创新高？咱即摆是爱了解这种的。来，先甲了解。咱投资者的钟爱电子股，好奇怪呢。安那讲奇怪，经过一个月搁11天，都在4%之内，直接五来五去，五一个月搁11天啊啦。所以咧，你讲要创新高来讲，还搁4%，最高是在今年的4月29号这个高点，但相差还搁4%。
啊，我为什么推荐你讲哦？若要买电子股，你先甲看 next。人伊安尼一路去，一路去，一路去，去袂煞，安尼啦，就是安尼啊。美国重启经济落去，尔都一直去啊。结果咱台湾，你甲看哦，如果未解封以后呢，电子股会不会补涨？我甲你讲，绝对会。为什么绝对会补涨呢？你首先那个了解，今仔日7月8号，在咱的主管单位规定，7月10号进行要公布上个月的营收报告。结果你一个看，很多很多的电子股哦，上个月的营收还屡创新高。咦，较早不是拢讲五穷六绝？那现在7月10号进行要公布的是6月份的营收报告啊！啊，真的有五穷六绝吗？不对，疫情哦，弄一个哦，整个哦，拢不一样去啊！所以讲，咱台湾的电子股很多都屡创新高。所以讲，伫遮，鳄鱼老师昨昏就甲你讲啊，有一支股票袂歹。只有高成长哦，你要提做当冲嘛 ，OK 啦，你要做波段嘛，非常的 OK， 对不？会现不现涨停咯？有影无影啦？搭这会现不现涨停？我听你个讲遐济，来来来，咱来考验一下。我鳄鱼老师甲你建的股票是多一支？德维3675。德维，或许咱真侪投资朋友对伊比较陌生啦，咱无要紧。你听我鳄鱼老师甲你解释完，你就知影讲哦，伊好伫倒位，然后呢，这支股票会继续一直飙无？来，咱首先来个了解，我鳄鱼老师今仔日报你这支啊，3675的德维，来，这是咱的会员朋友。一般哦，一般哦，不是总统的啊，不是清大的哦，嘛不是什么特别的哦，一般的就有啊。8:55，我请教几点开盘？9点开盘。德维有无？3675德维，只有走强，建议121买进，121哦，来，上加偌济？120，所以讲你伫开盘前挂单121买进会成交无？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就好，开盘前就甲挂单，会不会成交？当然会成交。结果成交了后呢，20分马上涨停板锁起来，多少你穿价成交安尼？20分，马上涨停。121买进，涨停板收盘话在132，现赚11块。你要提去做当冲，我无意见，因为毕竟咱来遮就是要赚钱。但是咱这支是建议咧，做短多单的啦，短线操作的啦。那你讲咧，为什么鳄鱼老师会建议这支？德维，咱首先了解伊好啊，歹。讲第一季得赚1.02元，哎，做啥？做二级体的啦。哇，啊，即马讲到二级体哦，哦，热扑扑的。汽车爱用着啦，工业用的嘛爱用着啦，手机也嘛爱用着啦。哦，所以讲，干阿这个德维啊，订单接到明年的第二季去啊！今嘛才7月8号，哇、哦！订单做甲迄明年第一季、第二季，煞咧供不应求。啊，我问你，那这个情形之下，是不是下半年会比上半年还要好？
那对嘛。所以讲，咱普米亚甲预估今年赚4.5元，顶年咧德维才赚偌济，赚2.1元，来，是不是对倍的成长？一倍以上的成长，所以我讲嘛，人家开始大步的起行，这才拄起行尔，涨涨停，今仔日搁涨停，才拄起行尔哦。所以我讲嘛，咱要建的，就是建一级棒的，资优高成长。安尼理不理解？所以为什么咱建议会员8:55？为什么得爱开盘前甲投资朋友做建议？因为我知影这种股票吼，市场一旦共识很高的时候呢，它的波动非常的快。当你开盘在告诉你什么价钱买的话，你也未付期。你要看安尼冲起的速度，所以讲开盘前就给你挂单121买进，结果今天最低120，就是给你穿价成交，马上涨停。而且这今仔7月8号哦，算算的这个月是第6个营业日。你知道在这6个营业日，鳄鱼老师大放送的股票都3次很不很涨停，对不？很不很涨停哦。今仔日的德维，你有看无？20分，很涨停，是不是？再来，咱甲看讲，7月5号，鳄鱼老师放送倒一支巨顶。巨顶，就跟你讲18000指日可待哦，有哦，都安尼。你无感觉讲鳄鱼老师介绍股票很奇怪，那那拢瞬间的啦。这就是市场共识，市场对我鳄鱼老师所建的股票有信心，市场认同。刷咧哩，过当讲。拉高卖10元，安尼就赚10元，一张赚起来就10000元，啊，你若做10张咧，赚10万，就这么简单。再来，来，咱个看讲，7月2号，鳄鱼老师放上倒一支鹏程，啊，这支鹏程咧，吼，啊嘛偌趣味咧啦，同款，172买进咯。来来，你甲看讲，迄天安尼最低偌济171，迄甲今仔日的德维是同款的，相差1元，互你穿价成交了后就涨停板啊，就是这么快。这是7月2号，7月第一天，第一届，很不很涨停，有无？结果呢，鹏程隔当天搁涨停，刷咧咧，第3天。拉高，安尼来甲卖卖，一张赚30元，3万啦，一张赚3万啦。你若做10张赚30万，就我讲的，7月份，今天来算6个营业日，7月2号，鹏程很不很涨停，对不？7月5号。巨顶很不很涨停，所以今仔日德维很不很涨停，6个营业日都3天啊，很不很涨停哦。安尼对鳄鱼老师来，不管你当冲，不管你迄个短线啦，安尼稳赢无？好稳的啦，稳达达个啦。对我讲的。咱的会员，每一级的会员拢同款，一天就推荐2支股票，一支短线，一支当冲，猛拉兼洗裤。啊，你看人讲安尼涨停涨停，你唔免欣喜，
你原来对来，对不？明仔载我甲准备好啊，要安尼赢，搁再赢，要搁继续赢的。嘿，刷嘞，要搁现买现涨停的，我拢准备好啊。这支股票，嘿，咱助理未甲你先讲啦。明仔载咱啊要出信息的时阵吼，再做伙来买啦，对不？你只要甲扫描 QR code 都。明仔载，咱助理会甲你通知讲，阿姨老师买到一支股票，什么价位买？哎，你唔通卡手搜索吼，就赚无哦。来，啊，咱讲诶，投资朋友爱做当冲。来，我阿姨老师提供我个人研究诶这个心得啦，我投资朋友做参考。来，第一点，成交值要超过2亿以上。何谓成交值？就是成交价。乘以它的成交量，哦，规日了，哦，安尼个统计起来，哦，加总，迄支股票当天的成交值要超过2亿以上的哦，表示讲爱有量，哦，你要知道，过来咧，股本，哦，要在30亿以下的，啊，无我嘛，知影讲台积电不错啊，中华电也不错啊。哎、欸，台湾大也不错啊。问题迄个有价差，迄、那个做无价差、啊，你选迄来做这個、当冲无适合嘛？再来就爱财报优异。拄我讲啊，哎，咱来经营一挂成长性的啊。市场追逐甲新闻哦，会甲大放送，才有乘数效应。哎、欸，其他的投资朋友才对我来。哦，安做哦，价差会比较大哦，了解。过来第四点，哎、欸，上好嘞，爱有资券呢，哦，爱有资券哦。为什么？咱不一定做多啊，有当下嘛也是放空啊，啊，放空咱也要留仓呢。他没有券，你就没办法，你就势必啊要用现股当冲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过来嘞，咱讲诶，上好控制在哈100档以内啦。咱哦列选的那个标的啊，卖讲我咧，逐支股票拢看啦啊，盘开落去啊，哇，都拢戆去啊，乌白做啊。所以讲咱锁定哦100支之内，哦啊上好咧是做100块以上的股票。咱来了解这个哦，迄、那个咱迄个主管单位规定迄个跳动点有关系。哦，你若讲50块以下的啦吼、哦，它一个跳动点。是0.05元，哦啊，50块至100块跳动点呢，是0.1元，哦啊，过来咧，100块以上的跳动点呢，是0.5元，哦啊，500块以上的跳动点呢，哦，是1块，哦1块跳动点咯，哦啊，那1000块以上的呢，就变作跳动点是5块，那你要了解啊。它一个跳动点，哦，啊，咱在做当冲，哦，啊，来当讲，哎、欸，一个跳动点就够成本的迄种上理想。那安尼，我比方说哈，咱当冲的成本是0.4%，哦，包括证交税减半嘛，哦，各迄个手续费嘛，大概0.4%左右啦。那一个跳动点，哦，我比方讲100块，一个跳动点呢？是5角，那对啊，跳一个5角就0.5%，所以讲算100块以上的吼，迄、那个安尼吼较好冲啦。它一个跳动点哦，都够成本。啊，那跳第二个以上呢，哦，迄就赚啊。所以讲，咱来了解讲这吼游戏机制哦，啊，甲咱实际操作，咱来磨合落去，你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啊，为什么阿姨老师介绍的拢是100块以上的个股？安尼理不理解？啊，你若做迄个低价股咧，你白白迄个金额，比方讲哦，你落一个单100万，100万，你若讲100块以上的吼，你挂10张就好。啊，你若挂讲啊低价股是30块的咧，哦，你搞不好爱挂咧几啊百张咧，啊会成交吗？对我讲啊，点价也未必会成交哦，就算成交也未必推得动哦。所以我们才跟你讲，爱30亿以下。它的波动会比较大、啊、比较容易涨停板、哦、就像说今天你要看大盘的波动，
最高17935，最低17742哦，算起来差不多193点的波动幅度啦。啊，咱即马讲的唔是期货，咱讲的是个股。来，你甲看讲，二一老师今仔日介绍一般会员，做一支华讯的当冲，啊娘话，啊做落去啊，咱不但还买到，啊，就五分钟啊，就水涨停啦。本来咱是讲要留仓，结果它涨停打开，打开之后咧，啊，二一老师看看啊，无安尼啦，好啦，赚伊5块就好啦，赚伊5块，甲平仓掉。啊，我才拄仔咧讲啊，这百通口外股票。哦，搞不好就一个跳动点，两个跳动点就够成本了。啊，跳超过咧，啊，这拢鸡也赚的，对不？啊，一张赚5000，啊，十张咧赚5万。那安尼，我请教你，对二一老师做当冲，安尼有水无？吼，学了才会得志咧。来，搁刷咧，大时光，7块，从326到343，7块的价差，2.1%，也不错啦。对不对？搁啥嘞？来精华，从354到363，探高科，2.5%，哦，也都不错。来，搁啥嘞？咱讲利旺，常做利旺，今仔日搁做利旺，搁做一摆。今仔日1360哦，到1460，安尼100块，一张赚偌济？10万，马上落袋。哦，就我讲，咱清代会员哦，哇，赚到这爽的，到7月才6个营业日呢哦，6个营业日哦，哦，妥妥安尼，247块，啊，我咧输输赢赢拢公开，哦，到7月1号一天，了一个8块，这个四星，来，今仔日咱讲哦，嘛是做利旺嘛吼，来，利旺。100块嘛，来，涨嘛是利旺30块，7月6号咧做翔硕15块，再来咧，7月5号做天意20块，过来7月2号做这个翔硕，赚90块，哦，过来咧，四星，7月1号诶了8块，我二一老师拢甲你摊摊白白，对不？来，你甲看，咱清大安尼做这个当冲247，表示咧这6个营业日哦，咱已经赚偌济，一张做的，会使赚247000块。你若十张伫做的咧，会使赚偌济？247万，就这6个营业日，水无？包括你讲啊，6月份咱赚偌济？543000块，迄是一张做的状况。然后咧，5月份的咧，咱赚偌济？99万8000块，迄是一张算的哦。所以讲，若做当冲哦，我是认为啦，找到对人较重要，唔是啥咧乌白富的。所以我来跟你讲嘛，咱做当冲有略显的标的的方式，包括咧明仔载过来一届，现买现涨停，观众朋友有兴趣无？哦，惊喜连连，来，赶紧扫描这个 QR code， 我们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除非取得授权后，才能和大家分享呢。抱歉，身为直播主，今后我做直播时，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。直播有授权，分享才安心。全民防疫大作战，共体时间，共度难关。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。作战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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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Life 直播，立即立即上线。
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观众朋友，赶紧你的脚步，现在就是拼电子股最好赚的时阵。你来看，我今仔日七月八号，这个月第六个营业日，我阿姨老师已经三次报你明白，现不现涨停？你来看七月二号，鹏程现不现涨停？对不？隔两天再涨停，第三天拉高卖，赚的嘞。七月五号报你止盈。现不现涨停，昨天的拉高卖，刷来今仔日报你得位。现不现涨停，刷来的明仔载再来一届。现不现涨停，赶紧扫描咱的 QR code， 明仔载就对二位老师来。现不现涨停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